再看东京迪士尼乐园里面处处是惊奇，这个清洁人员都可以随时取悦客人。他们用真实的扫把在地上画出了迪士尼各种人物，不管是唐老鸭 Mickey Mouse 都惟妙惟肖，还有连垃圾桶都像百宝箱一样，它有特殊的音效，还可以变魔术。迪士尼乐园总是给人无限梦想，很多人都想到这乐园里工作，但想当迪士尼的一员可不容易。わかったかな？ではせーので言ってみましょうかね。せーの、ドナルド。はい、その通り、ドナルドダックですよね。用沾湿的扫把在地上挥动，一转眼唐老鸭就完成了。迪士尼清洁人员身怀绝技，扫地扫累了，信手拈来就把水洼当调色盘，地面当画纸。不管是米奇还是米妮，迪士尼的卡通角色都难不倒他们。何のキャラクターか皆さんで一度言ってみましょうか。せーの、ミッキー。就算没有扫把也没关系，用手上的喷雾器一样能画，还能画出和扫把不一样的效果。你以为迪士尼清洁人员只有这点本事吗？我到你面前，啊，ありがとう。だからさ、あと道なりに行くとも。连游客来问个路也能超有戏，动作搞笑，还有滑稽配乐。但其实最厉害的是他们手上那台垃圾推车。迪士尼总是用惊喜为客人留下美好回忆，下次有机会到东京迪士尼，不妨和这些服务人员互动一下，看他们会送上什么惊喜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